包装的那些什么所谓的连开网啊那些啊，已经有记录前科不良的啊，绝对避免，不管是他是母公司子公司都要避免掉，因为这样会造成这个政府跟地主的困扰。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刚刚黄先生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讲比例分配的时候，希望就是说市政府跟监狱局跟老百姓是站地主是站在同一个这个一边，然后我们跟那个建商一次就把这个该分多少比例一次谈足，我们不要说事后的有什么这个额外的这个分配的时候，我们再来50%的这种分割，这个都是增加无谓的烦恼。我们一次就把它谈足，然后白纸黑字大家写好，然后投资者建商可以接受就实行，不能我们再一标二标，我们一直是找嘛。这是我小小的建议。好，谢谢您。是不是还有地主来？前面这位小姐。大家好哈，我刚麻烦你到那一个画面是43多的那一个可以建多少个坪数的那一个，对 ，OK， 好，现在哈，我们的地大概有1163坪，那以刚刚他说的，我们可以拿到371% 的容积率去换算的话，应该是可以盖到4300多坪，那他是比较乐观一点，4716坪。那我们把这个4320坪哈，就比较保守的4320坪，去乘以17万，一坪17万的建造成本的话，那建造成本会到7亿3355万。OK， 那我们假设说131户的居民呢？每一户大概是20坪左右的话，那我们大概是3000多坪，好，那我们把盖了4320坪去减掉3000多坪，那就是一坪换一坪全部领回来，好，没有减少的状况下，我们还多出了1040坪，那我们一坪不要卖到100万，只要卖80万好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多出来的1040坪的完工的这个房子呢，坪数呢，可以卖到8亿3200万。那扣掉刚刚建造成本7亿3355万，我们还有盈余1亿多。那请问我们还需要找建商来分利润吗？你找他来，我们还要担心受怕，说他们会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跟市政府合作？然后我们就请市政府帮我们跟银行争取100%的融资，然后让我们贷款到后来我们卖完了，我们也还可以分一些钱回来耶。那为什么我们还在那里讨论说？担心说这样子投资者没有利润可图，他不会来标，那我们就盖不成。这个我提供给大家去思考。其实我反向来思考了哈，131位地主，你们去找投资人，我把我的所需要的空间我给你们，到时候就说我检验局就付那些违建成本，剩下的你们就分回去。好，那你131户，我看要怎么去做整合啦？讲是都很好讲啦，谁去跑建造，谁去看监工，好不好？我赞成，非常赞成。你们131户地主，你们去找一个建商，我把我的设计图给你，好啊，你看你一坪要给我收20万，我也付。啊，这样的话盖起来我捷运就进驻了，好不好？我觉得这样更快了，啊，这样都不要再去讲，这样我也不要分配，我也不要做分配，因为我只要把我的捷运设施的空间给你，好，啊，你就给我，啊，你们要怎么去分？你们分一个人分5坪都可以，啊，5倍都可以，我没有意见，啊，只要把我的捷运设施盖起来，好不好？啊，就这样，我觉得。
这样我也不用半年来一次啊，干嘛？啊，我三个女儿哎，我自己感冒已经一个半月都还没好。哦，这开玩笑哈，只是这样反向思考。那就是说市府它并不是一个团队，它就是决议局归决议局。没有啊，市府就是一个团队啊，市府就是一个团队，好不好？来旁边。现在这个地目已经变更为。现在这个地目已经变更为学习地了。对，你说要谈合建，没办法帮帮忙，好不好？那是不可能，那地未符合。难道你要这么政府跟你合建，啊，你是嘛拄好好着？那有可能的代志，遐想想呀。即摆就是讲，阮这地主大家拢同意要跟恁联开，伫支持恁联开。问题点就是讲，足简单的两点啊，尔嘛，时间。对不？你也阮心理准备。第二点，就是讲金牌，你也经我一再强调，恁会足好处理代志，是毋是？而且还佫阮来，阮的遮事务内底，拢咧甲恁正经，拢咧甲恁斗帮忙咧听恁。哦，啊，所以讲哦，迄个什么正经这两点，你来解决，我就甲你讲正经，这甚物代志拢迎刃而解。你讲今仔日毋是咧谈分配比例的时阵？你今仔议题就是谈分配比例，你今仔个伊前摆讲了分配比例要分偌济，分偌济，什么几平换几平，我讲你听，该是阮的你服阮，唔是阮的不该是阮的，我跟你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对唔对？没有那种不劳而获的啦，所以你拜托恁坚持徛在地主的立场来替阮设想，卖一直徛在建商的立场来设想，我跟你讲啦，建商无腰算，伊有108招跟你算啦。我接触的建商哦啊，太侪太侪啊，对啊，我唔是做这个行业，但是呢，正经咱讲正经的，太了解因个啦，好无？我旧友专职建商啦，多的是字建章，因咧算啥？是毋是？所以讲，徛在地主的立场，你徛在地主的立场就等于是迎合民意啊，你知无？因这是联合开发呢，民意官共同，而且你这一是地主之一来呢，你的迄个叫做。从迄个你诶奖励措施内底，恁摕一半倒去，恁嘛是搞坐工只船啊，卖讲规只船一呾摕起来弄冰川，前进路无就是阿里斯安尼，前车之鉴，唔通发生，好无？拜托你替地主设想，卖定来徛在建商诶立场，建商足好解决诶啦，做咩？这个建商较好解决，即个基地局内面免分行李呢，天下敢有遮便宜诶代志？是毋是？根本免用免资金，搁。伊若变了这样，哦，我跟你讲，那底下咪成地偌济落去啦？恁有去算这无？对哇，伊敢那银行的建融，恁无土，不再无到土融嘛？伊敢那建融摕来的钱，我跟你讲，小姐，80%以上。80%你得成地六底下地偌济嘞？伊股票上市三工落，三季你就袂活，唔好做惊，阿爸袂你那上，惊死人嘞，还佫预售屋呢？啊！你讲交厝了后的时阵，你赚的钱再开始分，哦，你帮帮忙，你倒一个人叫有良心啦？没有啦，拜托的，正经莫算去，莫算去交，好哇？恁这心智方法，拜托你，等于考虑一下，加恁苏主秘吼，这个苏秘书长稍考虑一下。这开玩笑，这面就是骗钱害个，那你要凊彩讲讲的，咱凊彩甲你听听。连我这恁功课做遮济人，看安莫名其妙是到底？哎，阮这专家嘛，你是安尼，那个你搞不清楚啊，对不？不要画饼充饥啦。哦，啊，时间点麻烦你下一次好不好？你等下下一次嘛吼，不要绑得那么紧，大家放轻松。第二，后边你讲要搁办办公分类，请你把这个恁的迄个时间表、迄个手续啦吼，恁该办的手续，应该是恁是分配比例要讲头前，恁才会使。恁才会使招标呢？你分配比例无讲，你用啥物招标？你招招标师是变哪些？无可能，我感觉你遐颠倒头面去啦。歹势啊，可能头前拢用国语讲哦，你可能拢无听到。阮头就有讲啊，我会请一个财务顾问先来评估咱这个基地，看会当上会会当摕到偌济分收比。我甚至也讲，如果说今天他估出来是62比那个38，如果说地主觉得说62不够啊，65，我也会请财务顾问来看看65到底可不可能，好，对不对？这可能，但是讲台语
你讲国语你无听到啊？是安怎？第二，即马上重要就是讲，你头要提醒袂歹，就是把这整块基地，因为我们现在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没有按照各种土地，还有它的所谓垂直效用比去做估算，所以才会算出来说，确实面临马路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土地尺寸比较少，所以相对它没有办法尺寸到它一坪换一坪，尤其如果是一楼又做店面的话，它又会分到二三四楼的这个效益，所以您刚才提醒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会赶快来把估价师这边去把它赶快进行作业，所以我在这边来跟各位来报告，是不是容我们啊明年的五月啊，当然希望在520之前我们就把它开了啊，这个至少这个不管怎样换新政府以后我们还是继续走了啊，我们希望在520之前我们再来这边哦，也许或是有适当的场地，我们再来跟各位来报告说，我们这半年到努力成果是怎样，有哪些可能碰到的问题，也跟各位报告。当然，这个的所谓的五月份的这个，说明会，跟我们法定程序用地征收的一些公听会，这个不相冲突啊。所以到时候公听会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各位来出席。您还是可以去表达您的意见，啊，我们这个就纯粹就说，对这个各位乡亲的一些疑问，也许我们今天解答的不好，我们半年之后再来看看，实在做不好就打屁股，就把我赶走，这个都 OK， 啊，好不好？刚刚您提醒的，我希望您开处就是赶快把估价师这边赶快找定，啊，下次也许我们就报告说，我现在估出来是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也请估价师来这边做一个报告，看他是怎么估的啊！不要说只有我讲，因为我学土木的，其实我如果搞得懂建商哦，我早就根本我就不在这里了，我早就去赚钱了。因为我原来在中国规划处，所有的车站，现在130几个车站出入口，我应该是会比大家都最早知道，可是我没有买一间房子。所以我也不怕大家说我图利他人，或者是图利我自己，我也不怕。我家住高雄，我台北跟我岳母一起住，还感谢老人家帮我照顾三个小孩，啊，才让我还可以这时候来跟大家来开会。好，今天好，只是保持一个大家很和谐的气氛啊，因为真的是不容易说这个都市计划通过了哈。是我们陈立辉陈议员这个李主任这边，主秘书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